everyone! So happy to be here! Okay, it's very happy and we have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video and we don't have so much time, okay? So quickly into the question. So we don't have time to chat in, to chat. So, 好，同学，我们第二则影片已到，所以我们要把它一题一题的讲完了，好吗？今天跟你们聊什么呢？嗯，我觉得最近有一个事情让我有点感慨。曾几何时，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很年轻。那我对社会的职业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再加上因为我很年轻，表示我的身体还 OK， 耐操。我不是一个四五十岁快要被淘汰的人，所以我只要不去追求太高等的职务，基本上我都去 try 曾经很梦幻的职业，比如说柜姐啊、业务啊这些。当然我曾经想要去考空姐，后来我发现空姐太难了，而且我很怕上飞机，所以我没有去考空姐。我真的有去哦，我还去上课了，我还去旁听了，我还去问课程了，然后结果我去之后才发现，哇，真的很难呢。唉，空姐不是面试过然后受训的而已，你要先去上课，要先考试什么之类，要一步一步都要过。然后，所以我曾几何时也换过好多种职业，这样，然后在每种职业我都去得到几样东西我才走。第一个，我一定要先知道这个职业的中心精神是什么。就是我要知道一点秘密，我要知道一点秘密，然后再来是我希望可以在这个职业里面得到我想要得到的那种快乐，再来我希望这个职业可以成为我下一个职业非常有力的 support background。 所以曾几何时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一直换工作啊。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很多年轻人也是在二十几岁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接触社会工作的时候，很少，非常非常少的部分的人会选择一间公司一个职务做一辈子，非常少有这样子的人，大部分都会换。所以才会有主管跟老板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年轻人会很难抓得住脚，因为他们想很多。所以为了让老板开心，基本上你们把你们这个 wandering 的 period of time abbreviate 一下，把它缩短一点，缩得越短越好，恰恰好，刚刚好，让大家拍手鼓掌叫好，这样，然后去追求你一生的职业，这样，让你的老板有一颗安定的心，我觉得这很重要。对，跟你们分享一下。好，来，我们回归正题哦，哈，来，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来，这一题他说显台植物 Moss 被认为是最先登陆的绿色植物，下列关于它们适应特征的描述何者正确？他问何者正确。
他问何者正确，所以有一个是正确的，其他的我们又要来批改那个题目了哈。来 ，A， 藓苔植物的受精卵可藏卵器内发育为胚，是为胚胎植物。我刚刚上则影片的英文介绍里面是不是有说过 moss？moss 它是什么？它是 embryonic plant， 它是胚胎植物，所以 A 选项是对的哦。A 选项是对的，来做笔记。好 ，B， 藓苔植物由于较原始，所以种子没有果实保护。来说到 moss embryonic plant， 它是胚胎植物，它有种子可言吗？种子在哪里？在 vascular bundle plant 里面。所以当我们讲到藓苔植物的时候，不会聊到种子，更不会聊到果实。来我们做笔记，来 B 错，来做笔记。藓苔植物以孢子繁殖，苔藓植物以孢子繁殖，不具种子。来 ，C， 苔藓生活在阴湿环境中，仅具有简单的疏导组织。来，刚刚说过了 ，moss 是 embryonic plant， 它没有 vascular， 它没有 vascular， 所以它不会有疏导组织，所以藓苔植物都是个体矮小的，它没有 vascular。所以这个也错，来做笔记吧。来，我们好来 D 跟 C 跟 D 都在讲一件事情哦。来，苔藓植物多聚集生长，因养分的竞争，所以个体矮小。不是养分的竞争，所以个体矮小，因养分的竞争。个体如果都矮小的话，就挤在一起了，那就更竞争了，不是吗？不是吗？这样不是有点乱不过来，有没有？所以D错，来，我们把笔记写起来。苔藓类不具疏导组织哦。不具疏导组织，故个体矮小。ABCD 答案是 A。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一般来说 ，ferns 蕨类植物只生长在阴湿的地方，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什么缘故？来，蕨类植物只生长在阴湿的地方，笔记写起来。来，因为他们的精子
因为它们的筋子具有多条鞭毛。鞭毛需要靠水来完成受精作用。来，所以 A B C D 答案是 A， 好吗？答案是 A。好咯，还可以吗，同学？下一题 ，Fern， 我们又讲到 Fern 蕨类了，蕨类的叶配上排列 Brown。Hot red brown 的颗粒，他说那些刺褐色的颗粒是什么东西？在蕨类叶背上，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们直接把答案讲出来，那个叫做成堆的孢子囊群体，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成堆的孢子囊群体，所以是孢子囊堆，它是堆哦，不是只有孢子囊哦，它是堆哦，所以答案是 C。 来，再来下一题，蕨类与裸子植物Gymnosperm， Fern 跟 Gymnosperm 的主要区别，我们有讲过，它们都是 vascular bundle plant， 它们差就差在有 seed， S-E-E-D。 Gymnosperm 跟 Angiosperm 是因为它们有种子，它们叫做种子植物啊，它们叫做种子植物啊，但是 Fern 不是，Fern 不是。那如果又要再区别 Gyno 跟 Agio 怎么办？ Flower 一个会 Bloom， 一个不会，所以它就是这样区别的，有时候会被混掉，所以你的头脑要清晰一点。他说蕨类与裸子植物主要的区别是什么，给你 A B C D 四个选项，来，我们来批改一下吧。A， 维管束的油污吗？来，不是，为什么？他问主要的区别。蕨类跟裸子主要的区别，来 A 不对，接聚维管束。来 ，B， 花瓣的树木。刚说过了 ，Gyno 跟 Agio 的分别叫做会不会开花，所以只有一个会开花，就是被子植物。所以蕨类跟裸子没有花，怎么会有花瓣树木这种东西呢？所以 B 是错的，接不开花。C， 有无叶绿体，叫做有无叶绿体，答案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都有叶绿体，不是有无的区别哦，哈，皆有叶绿体。
来，第一，它的区别是繁殖的构造。哈，好像对了，绝对是孢子繁殖啊，裸子是用种子啊，所以 D 是对的。来，蕨类孢子繁殖，然后裸子种子繁殖。好，来，我们继续下一题。来，种子植物叫苔藓与蕨类植物更能适应干燥环境的原因为何？来，题目本身就是一个笔记啊，哈。他问你原因是什么？反推，这句话是对的。所以种子植物，来笔记，种子植物叫藓苔和蕨类更能适应干燥环境。来，做笔记，笔记写起来。因为它们有花粉管，它们就不用去要拜托水来完成受精作动作、受精作用。因为他们有花粉管，直接将精细胞送到胚珠内跟卵结合。来，因为他们利用花粉管直接将精细胞送至胚珠内，和卵结合，所以这个笔记答案就是 D。 配子结合不需要借水为媒介啊，配子的结合不需要啊，不需要啊。好，下一题，下列叙述何者为银杏还有蒲公英的共同点？他考你银杏跟蒲公英。来，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蒲公英它会开花，所以它是被子植物。银杏它是裸子植物，不具果实及花。银杏啊，银杏好像它会开花呀，它不会啊。银杏不是花瓣，不是花朵，银杏是裸子植物，它不具果实也不具花朵的。蒲公英会开花，蒲公英有花。来，我们把笔记写一下来。蒲公英为被子植物，来，
银杏为裸子植物，叫做不具果实及花。所以甲对具有角质层，乙对有维管束，丙错它不可能都有，丁对戊错不没有没有没有都有果实跟花，所以答案是 A。好，最后一题啦，被你们先看到答案，不过无所谓，因为我们做题目本来就是要检讨，看到答案又如何？该检讨的总是跑不掉。好，下列关于植物生殖的叙述何者正确？要你选正确的。植物生殖，植物的生殖何者正确 ？A. 苔藓植物已有藏卵器的构造，以保护生殖细胞。前面的题目有提过啊，前面我们做前面题目不是有讲到苔藓类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藏卵器吗？所以 A 是对的。来 ，B， 蕨类植物的精子需借水游动以与卵结合，故大部分分布在较阴湿的环境。这个也是前面的题目有提过的，所以 B 也对。好 ，C， 裸子植物的生殖构造为球果，雄球果通常较大。错，刚好相反。为什么？是雌球果较大，雌球果较大。较大。来，第一，种子植物的种子皆被包于果实内。都是包于果实里面吗？来，裸子植物就没有果实的构造。他说种子有没有？种子植物错。来，裸子植物。无果实构造，好，一，花粉管可将精细胞送至胚珠内与卵结合，答对了，所以它不需要以水为媒介啊，所以答案是 A、B、E。好，同学，我们把这部分的这个单元的题目都做完了。实体哟，我们检讨了实体。那希望你们在这个 chapter 里面有所收获。我的 video 都很短啊，是因为我想跟你们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下做题目的过程。然后让你们觉得，让喜欢自然跟科学的人有一种感觉，是我不是一个人。有时候念科学很孤独，你知道吗？
因为它不像文法商，它不像念个管理系，你到处都可以找工作。除非念科学，是因为你的科系太普遍化了，所以你很好找工作。如果不是的话，科学其实有点冷门。你可能念一个，随随便便念一个商学院的任何一个科系，你就可以进金融机构。甚至你只要念随便一个金融机构，随便一个金融学那个商学院的科系，你依然可以到科学属性的公司来做会计的工作。但是你可以在银行里面，你可以在银行里面当工程师，没有错了。但是你有可能在银行里面当一个所谓职务的什么什么什么的研发人员吗？你没有这个职务啊。这句话也讲不过去啊，也讲不过去。我只想表达的是，第一个，科学它很痛苦的地方是它有很多部分是需要靠理解能力的，像数学。数学我现在还在停留在直线方程式，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单元要去讨论。光是数学，你就必须要去扩张你的理解能力，就只是数学而已。何况当我们要讨论物理跟化学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而生物它不但是要讨论，生物本来就存在，你有很多部分，你不但要理解，你还要背诵。然后还有天文，就是地球科学，这些是一般人比较不会去碰触的。但是文史哲学，很多人没有办法去驾驭科学的时候，就会选择去念一个文的科系。我这样讲好像有点贬义，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科学有时候很孤独，而且没有舞台。你看，政治、法律、商念到顶标都可以上媒体，经常上媒体，评论员啊、专家、剪彩啊什么。可是科学家念到顶，你只有在重要时刻才会被报道。文史哲学是可以享受媒体的一个区块，这是一个现象，所以很 popular， 你懂吗？很 popular， 因为很多地方都可以曝光。可是科学 不太容易，而且科学不太好念，所以科学有时候很孤独。我只希望有影片让你觉得，当大家都在讨论科学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很孤单，没有动力，很容易被劝退这样。希望你们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跟梦想。大家加油啊，我已经40岁啦，你们还年轻啊，希望你们可以有朝一日成为成功的人士，加油加油加油。好，今天就到这边为止啦，我们下一则影片再见咯。生物到这边这个 chapter 就结束了，我们下一个科目再见咯，拜拜。